上，一直以为有个宝箱打开是力量。我们在温室成长，没遇过太多风浪，突然离开那个家乡有点不习惯，不想和别人一样，就要更努力去闯。满头的大汗，我在追赶横穿，我会赶上。看，我们并肩看远方，贡献投成了希望，前一个勇敢，就能看见未来新状态。坚持对我来说